各位网友大家好，今天就想跟大家讲一下 COVID 打针和不打针的分别。政府其实有一个数据出来，他就说如果所有年龄打了针的两针以上，他那个死亡率就是 0.13%， 不打针的或者一针或者是没打的就只有 2.2%。 在那个年龄层，在80岁以上那个差距就很大，差别就很大，打了两针的就死亡率是 3.18%， 一针或者以下就是 13.2%。 有些人在说这个数80岁以上影响都很大，我又跟那些群组的人说，如果我不看这个年龄差的时候，其实40至到70岁呢，他那个死亡率呢都是比年轻人是高，即是说打了针的两针以上或者是同一针以下去比呢，那个相差都差成10倍。即是说打针和不打针的分别就是说重症和死亡率呢是会大大地减少。咁嗰个群组都可能觉得啱，后生嗰啲因为抵抗力高或者年纪大嗰啲，咁佢已经系有一啲隐性嘅病喺度，咁咪会出事咯。咁佢哋又觉得呢个数据唔系咁全面，咁政府系唔应该谷针。咁我自己咁样睇啦，三月份大家都睇到，因为打针唔够嘅时候，令到成个医疗体系咧是崩溃。咁嘅时候，其实作为一个叫做公民啦、市民啦，系应该履行翻公民嘅责任。公民嘅责任就系包括你唔应该加重医疗体系嘅负担。咁你咪应该乖乖地去打两针或者系三针，因为你如果系身体唔好嘅，你咪有证明叫你唔好打咯；如果系身体好嘅，你咪应该要去打咯。咁嗰個數據都話俾你聽，死亡率係低咁多。咁但係有好多人淨係講我唔應該點樣點樣做，講自己有咩嘅權利，但永遠唔會講自己嘅責任。香港人其實我都講咗好多次，香港人係非常之 PK 嘅，係好自私咯，即係永遠諗自己係點樣。咁其實講真，新加坡啊、外國係比香港係更加谷針得咁犀利。即係話，如果喺新加坡，如果你冇特定嘅原因，你唔去打針嘅時候咧，當你染病，所有嘅醫療費咧，你係自己俾。香港已經係好好彩，有足夠嘅疫苗俾你哋打。喺外國好多第三世界連疫苗都冇，咁點解你唔感恩？個政府是有足夠的疫苗給你打，是反過來走去挑剔啊，走去做一些破壞呢？那這個我是很不認同咯。那在群組裡面跟他爭，那他就只懂說一句，你是奴才，你喜歡做奴才就做了。那我經常都說，我說討論問題你就討論問題咯，你就講數據咯，你覺得我是不啱的，你就講回你的論據咯，不可以人身攻擊。但是很得意，當一些人永遠去到一個地步啊，不是講道理的時候呢，就永遠是用一些謾罵啊去結束整個討論。今天想講的打疫苗就到這裡了，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傾一傾的，拜拜。